六十，某日天降小雨，一辆出租汽车以五十公里每小时的速度通过一转弯下坡路段。这里咱们就需要注意转弯下坡，这就是三面三十，属于路已经发生变化了。那路变的话，速度是三十公里每小时最高的速度了啊，小于三十公里每小时，它开到五十当然是超速啊。这时候说车辆驶出路外，坠入深沟，导致一人死亡，两人受伤，直接原因当然是超速行驶。